芒果 TV 国际的海外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芒果 TV 国际 APP 代言人杨坤，歌手2019，音乐无国界，多远都陪你。1月11号起，让我们在芒果 TV 国际 APP 用歌声陪伴。上海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第一，男高音蔡成玉。这里面有好多声乐专业第一的，好谦虚啊！为什么专业第一都去替补？我看你今天要唱的歌《Amis Ami》，这是我了解的那首歌，就是很高很高，九个 High C， 原调，原的，对。哇、wow, ，那就，这个作品是个男高音的试金石。Grande Amore 这首歌能够唱到这个水准，不可思议，太棒了。风轻吻地平线，阳光跳舞和蝴蝶，每个明天都是冒险。天上湖蓝色舞，这条路每秒清楚，日落日出，每一声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看得到花开的美好，萤火在燃烧，往前飞，穿过云霄，看满天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。To be free and not afraid， 每一次眺望，而距离我们在不同轨迹，再多的努力也是悲戚，在心底千万次的练习，只怕已来不及，只是还没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我爱你，没有你我无法呼吸，我不能看你泪流了几公里，只是我还没有。蔡成玉、okay. 他是可以唱 High C， 唱那个军中女郎、oh, 那个 wow, 他应该是三个里面这叫名师出高徒啊。 Here's a time for everyone If we only learn Only learn The pristine kaleidoscope Moves us all in turn Here's a red man who raises To the white outdoorsWhen the heart of the stars was voided
觉得蔡淳玉没有什么弱的点，今天就发现他唱歌剧的，歌剧还没有磨合到最好的时候，然后又让他改到音乐剧里边来。我明显的感到蔡淳玉有一点点不适应。七杀了这种男高音的这种曲目啊，真的是太好听了。他那个高音一出来，我觉得太舒服了。他是金色的男高音，金色的男高音。蔡给我的印象比较深，以前说一出来唱歌跟炸碉堡似的，像勇往直前冲着就去了。今天很好，今天会让，因为男高音很容易砰就穿出来了，但是你今天让得非常好的。三个月，十二期节目，三十六个成员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我学到的最大的东西就是，我现在在台上唱歌不怯场了。最后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妈妈。是他支持着我，他一个人如果没有我妈妈的话，我走不上声乐这条道路，所以谢谢。
缕思绪彻底释放，把感觉放在心里。我是刘欢，我是齐豫，我是杨坤，我是吴青峰，我是张欣。I'm Christian Costa。渴望，亦可及。